昨天今后有灿烂的彩虹。哇，好帅啊，好帅，真的。昨天今后有灿烂的彩虹。过去九年了好不好？我们忘了那承诺，要一起开心熬着到最后。你总是看着我笑着点着头，雨过天晴后有灿烂的彩虹。陪着我，你什么都不敢说，我比你还折磨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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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影子多寂寞。看着你的背影发抖，难道是我给的太过沉重？哦哦，再求我放手，我是真的要的不多，怎么连情感受都变成是奢求？哦哦，你不再爱我。那一定的啊，不是因为你刚这样吗？不是这两首在这边是，而且他那个抢太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对对对对，还有一个音效音效。雨过天晴后有灿烂的彩虹，然后他唱的时候用力，这边还有那个青筋这样，额头有点小血管。对，然后你却是这样子。那这团体定位、就是、定位不一样，对，有点落差，有点落差。可是现在都没有团体啦，就是你们个人来我们节目啊，这样一比就很。可是如果比客气，他们绝对是第一。对啊，对超越超客气啊，不要客气啊，我们要帅气，不要客气 ，OK。哇，好帅啊！真的，你们是发自内心的讲哎，真的就觉得他保养的很好，就是现在看到我就是觉得超级惊艳。你们这样把小鹿放在哪？没事啦，那个小朋友会比较喜欢的。小鹿是很有朝气，有他有，你撑得起来朝气，但他是帅气还在。对，谢谢。对啊，而且 KTV 什么都还是会一直会点到。哎，看起来还是像25岁的人哎，不觉得吗？啊，我不要以真心讲，没有真的。接的时候就一直在那边调戏人家，对啊，我当然，你看他就是，我当然，没看到，再一次，我跟你讲，再一次，没拍好，再一次啊，你都已经掀了，让我们好好拍一下，快点，再一次，来那个没有，一号，四号，大哥要拍，我当然，我已经重训九年了，好不好？我才看到另一刀那个新衣服很尴尬，我不要跟你一样了，不要啦，他是硬的，哎呦，硬的小鹿很强，明明就有啦，有啦，他也是有肚脐啦，对，还是有肌肉啦，有，一点点，你是做人太客气了啦，抱歉，这也要客气。